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本来是要发那个力量的那个教学视频，但是呢，有一件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事，我要先说。OK，就是关于到我的网课。其实，在双十一的时候呢，大部分已经是拍摄完了，然后也正在编辑中了。但是呢，发生了某些事情，让我搁置了这个教学的上传，OK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有人在盗卖我的什么？人都有了视网频，课，那不是已经说明我们已经出名了吗？头疼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段时间呢，其实我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，然后同时也费了我很多很多精力，我也在考虑，该不该上啊，还是该不该继续啊，这样子的。我之所以把我的这个完整版呢放到这个平台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平台呢是有防止录屏的功能的，但现在也是防止别人盗卖的，但现在有些人他们能够这么做到，那就是挺头疼的。这些视频都是我花很长时间去拍，然后尽量做得越完整越好，然后给你们看。所以当我听到别人在这样子盗卖的时候，而且我就觉得，真的很心疼。OK，所以呢，我也是跟平台商量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请了律师，然后将会去把这个专业的律师团队，他们每一天从今以后，他们会在每一个网站、每一个平台都会搜索。OK，只要是有我的完整版的，他们都会下架，然后并且他们会起诉这些人。就前面的好几个人，他们这样子倒卖，然后这个律师他们是已经是有证据，他们也知道他们身份，他们也透露了他们身份给我，所以他们将会起诉他们。至于他们要怎么做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这件事情总算是已经过去了，所以呢，我很快就会上架。OK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呢，所有支持我的人呢，你们不会去买盗版的。OK，然后所有买盗版的，你们将就是没有在这个群里，这个群呢，我们是有很多解答问题的，就是你们问什么问题，我们都会有一个解答的一个，就以视频来解答你们所有的问题。当然，既然发生了这件事情，我就会把这些解答的这个视频直接一同发到平台上，那我可能就不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了。但是这个群还是存在的，你们还是可以问问题，然后我会把视频全部解答到放到平台上。OK，对这些盗卖我的视频的人呢，我的律师团队已经跟我说，他们已经有证据了，全部，然后他们将会起诉各种的，那些我就不说了，OK，他们来处理，然后后续有人再这么做的话，我的律师团队也说他们将会一样的严格的处理，所以就这样子，OK，这就是那个重要的事情，明天我就会继续发力量训练。OK，我们明天见。